会长，他说他有做啊。林长总说疫苗是他争取的，这敢是真假？你看得贵的，贵清楚的。大家，伊清楚是啊，你人人带着是政府来讲，当时咧拍伊，甲阿伯在咧收电话费。那个外国是提钱咧拜托人拍，咱台湾是拍疫苗，敢不是做贼啊？从来没有看过一位立委这么样的嚣张、不负责任。除了这样的立委，真是本城之羞，已经是四个字：天怒人怨。最常听到的就是找不到人，一个在地的民意代表，应该要代表在地的民意的人，居然可以被在地选民找不到，这是何其的荒谬！我不是要在这边哈发脾气或是什么，但是这个对我们在地来讲，有很多的这些工作，一个月前就可以做的。我来理解，理解。你分中正放假区，你是的白虎。你自疫情到即阵，你有替阮中正放假区的百姓发言无？有哦，多嘛，多嘛，多嘛。我在我来听你。你喷笑的嘛？你喷笑，你喷笑，笑笑笑笑，你刚刚吐槽吐槽吐槽你啊嘛？会长，为了不是我们对哦，会长啊，我给你吐，给你吐，给你吐吐吐。回六，那你哎，我们今天是中央跟六人六人发生事，你敢关心一下？有哦有哦。回六，请问你选举一届来几摆来几摆来来几摆？你这疫情你够来发人敢关心？回六，俺大家一路啦。我想今天是我们会配合。我才在听你啦！我才在听你啦！我才在，我才在。我才在听你啦！你不要讲这些诡计，回去，不用采访，回去，不要帮我把人生活去拍咯。你不用讲什么，你要演戏去电视上演，不要在那边演，滚滚滚！那要来解决问题啊？你从疫情爆发，你刚开始通电话我啦，啊，第一通电话我是。疫苗，啊！你疫苗顶我就甲我讲要做啊，你搁甲我讲疫苗，疫苗迄落未？嗯，啊！我一定甲你讲，啊！疫苗了，顶有听顶我讲要做来讲，啊！伊争取有法我好啦，谢谢谢谢。嗯，啊！你马上我好啊，谢谢啊。嗯，啊！你刚来就讲，进来问我讲，哎，会的，对哦。会对啊，要来解决这个事态，伊内面有几啊什么斗三工的无？你来找我，甲我讲才对。嗯，你是拜托人家，你骂市长嘛？嗯，迄个时阵是要解决问题，唔是要骂人的嘛？是。你骂人，你要看时阵嘛？嗯。对啊，你骂人，你要看时阵啊。嗯。啊，迄个时阵是要解决问题，中央甲地方政府要解决问题。嗯。你那天去本来是要呛柯批柯市长的吗？有这回事吗？没有啦，然后讲的是什么下课批啦，对，咱是要解决问题，要看要哪讨论的那个个，什么市长咱来在个吃，嗯，对哦，市长咱不听，哎，大家市长在那个吃，你别在安尼，做人爱有伦理。那天那个林长佐，你刚刚有讲了哈，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政治效应，现在钟小平等哦，甚至有人就是起底说，是不是跟朱立伦的团队也有关系哈？现在对林长佐，你过去两次都支持的林长佐发动罢免，你觉得公平吗？这我不要我不要的公平，我是未去写了。嗯。你不会参加就对了。我未去，我未去啊！写罢免，大家好评估，我也写这个东啊。那啊嘛是，我是讲，只要伊那个，因为伊阿爸要遐济年啦，啊伊看伊安怎去做嘛，对啊。伊那个讲啊，有心搁去改做替咱参加个中正府争取，对啊。啊那那要紧，嗯，对啊。重点是爱去做事啊，嗯，对啊。伊的党派那个在伊爱表态嘛，对啊。伊要表态，伊到底是为。鬼下面做干部的，就是说现在有个效应哈，就是罢免效应，你不参与哦，你也不无权智慧，但是呢，你未来还会支持他吗？啊，快阿伯阿拉走啊！你说他要表态要表什么？快阿伯阿拉走啊！你说他现在还需要表明他的一个从政嘛？哈，从政到底以后会怎么做？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刚刚的意思叫他表态是这个意思吗？对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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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是要替我们万华争取快，因为想办法争取一下这疫苗进来嘛。
对啊，中国拜托中国啊，加中国加争取一个疫苗，给咱重症患者去再备些卡。对啊，你既然是疫区，疫区就是爱紧拍疫苗嘛。因为要紧拍嘛，咱就抵抗来，有抵抗来，咱就来做防疫。是咪规万家的经济会国起来？对，这是伊该做的嘛，伊该去替咱这万家中年人来服务的所在，也经一个领域，也经对中大家认为我都甲中央争取的啊。你依然是做第一项的服务尔嘛？啊，林长总说疫苗是他争取的，这敢是真假？你看得贵的，你最清楚的，大家。伊争取是啊，你人早了，是政府了讲，当时咧拍，伊才后壁才咧收电话买。好，会长，我最后想请教。即马过来争取还过来有诶啊，对啊。即马，外人拢打疫苗了吗？每个人都打了吗？淮南的。也是侪人都无拍，也是侪人咧排队诶。真假？怎么会这样呢？我们那时候认为说你们已经是。我们淮南市场是拢拍了，我们淮南市场。诶，所有从业人员啊，业者是拢拍。我是讲，放假区甲中正区遮，这是来基层的了解，看卖看谁还袂拍的，几多人还袂拍的。是，就为对啊，你才疫区啦，这疫区是拢拍唔得着。对，啊，本来疫苗无够，要来拍个分种类。对啊，来疫区就大些人拢拍，嗰个分几回，甲几回咧拍。对啊，人家外国是提钱咧，拜托人拍，咱台湾是拍疫苗，咱不是做贼啊。好，会长，最后跟您厘清也确认一件事情哈、哦，柯市长他觉得，那天陈时中部长带队那个现场，您刚才提到部长也到，他觉得有被设计的感觉，你有感觉中央有意图利用接管，或是利用这个记者会要修理柯P，或者有政治企图吗？咱两人讲，这我唔知耶。唔知啊，哈，看不出。叫我来知，因中央因中央甲地方个同啊，我是知影讲，因要来甲我斗三工个尔。我知中央甲地方要来甲我斗三工个，要甲这迄落疫情情况要来解决咧，啊，这同重要个。我七月五号接受中天的直播专访的时候，我曾经呼吁我们中正万华台北市第五选区的父老兄弟姐妹，大家一起来罢免林长佐，也很感谢老天给我这个70岁老人的一个机会，能够受邀参加我旁边这些大概差我40岁左右的小朋友的一个公益的举动。很简单，我罢免林长佐有一个公的理由，还有一个私的理由。这个私的理由也不一定完全是私。第一个公的理由，我从民国60年就在左手边的台大法学院上课，在中正区住了50年，从来没有看过一位立委这么样的嚣张不负责任。详细的理，请各位看我们这一次提案所拿出来的6大、7大理由。这第一个，我认为中正区统辖一府四院，总统府、行政、立法、司法、监察院，除了这样的立委，真是本城之羞。参加罢免，大家都知道，从人性来讲是损人不利己的。我们把他罢免以后，我们有什么好处？也不是我们就当然领先人可以当立委，还不知道谁要当立委。但是我从这一次竟然在我们提案前已经有某议员就已经挂号挂进一个提案，我觉得这个表示什么？林长佐在我们中正万华第五选区已经是4个字：天怒人怨。我再讲一次，天怒人怨。各位都知道，选罢法在立法的时候
没有去想过一个人在一个选区会有两个罢免提议，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来提第二个案，将来就一组成为一个罢免案。第二个理由，我是二八遗族，所以各位可以看看我脸书，林昌卓怎么欺负我们零六们二八遗族。以上就简单报告，希望在将来罢免的过程中，也请各位在场的媒体先生女士指教，也请我们中正万华选区的父老兄弟支持我们，谢谢。在我们的联署过程当中，我们也屡次的跟各位报告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会出面罢免林昌佐的种种原因，那包含我们起头的原因跟我们在联署的过程当中所收集到的原因，最常听到的就是找不到人，一个在地的民意代表应该要代表在地的民意的人，居然可以被在地选民找不到，这是何其的荒谬。再加上种种的事迹，包含青山宫，包含这一次的引爆点疫情的没有为万华发生的这件事情，都再次的让中正万华们大大的不满。所以不只是我们的想法，也不只是我们的起头原因，这是我们从在地收集到最真实最深切的这个原因。那我们也知道了，有一些媒体朋友非常的关心说，哎，这一次的罢免行动是不是有部分沾染到特定政党色彩。我们要在这边声明，诚如各位媒体朋友刚刚所看到，我们所推出的领衔人团都是非常在地、非常草根、在地生根的人士、青年朋友们，跟穿着西装、这个衣冠的特定的政治人物、特定色彩的政治人物、带有特定政治利益跟政治目的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一份一份、从乡亲的手上接过联署书，那另外的阵营到底是怎么在三天两天之内收到上千份的联署书？这个我们良善相信不评论了哈，我们也宁可相信他没有做一些可能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事情。但至少我们待会送进中选会的联署书，是我们一份一份从乡亲手上接来的，好，所以请大家要继续的哦，帮我们去做加油，去做推动。让我们在第二阶段能够更快速的达标，能够赶快让中正万华被蒙羞的这块布给掀开。谢谢大家。